木头房子就是我们的萌萌家呀。哇塞，到了，真的假的？哇塞，男人女人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新家萌萌宅。哇塞，到家了，萌宅萌萌宅。这不可思议了吗？哇塞，你先看，等不及，迫不及待。太好奇了。哇，篮球架。这居然有个篮球场。哎，八戒怎么来了就尿？这，哇，壁炉，老婆，壁炉，好喜欢的壁炉啊！哪儿哪儿哪儿？这儿啊！你这么大个壁炉，还能往哪儿？太不可思议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的天啊！这是家里不能尿尿啊。这个是八戒他们的区域哦。这是家，这是住的地方。玻璃的顶，老婆。嗯。如果白天的话，可以直接在这儿看到蓝天。我好喜欢这儿啊。我也好喜欢。这么开放式厨房，氧气。厉害啊。这是我小时候。哎，这不是我跟你们俩拍的照片吗？对对对，你是戏精本人，没有错了。八戒和哥哥，哦，这是他们画的，厉害了。哦，这是卧室，啊！哇塞，这也太好了吧！大通铺。好棒啊！哎呀，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贼炫的那种。咱们看看洗手间吧。哎呀，哦，小马桶应该小马桶。哎呦喂，我的个天！哎呀，我好羡慕现在的小孩啊，真幸福啊。哎，怎么来了之后就默认为是这里的主人了？已经。不是默认为就是啊，好像这个地方就是为我们俩准备的啊。这是客房，哦，厉害啊！期待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客人过来。要有阳台，哇塞！你看，从上面看是这样的，你发现没有？这楼梯特别好走，坐的一点都不抖，就是怕小朋友摔跤。哎，我这个比我们拍电视拍电影搭的场景搭的好多了，而它是真的，所有东西全部都能用。那边还有一个有我们还没来得及看啊。这是我们的照片，这是你小时候是不是？你看金宝，这是你看看西西 Kenny 石头萌萌宅已经有了，然后现在也看到萌仔了，你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幸福的生活的样子了。老婆，你看外面，哇，庭院深深的。我觉得在这儿住习惯了，我们不会想回去。我们回到城市里会觉得失落的。